保护猴哥，保护猴哥，我们得个三万吧。猴哥，我这把铁好，你还了，我先走，先去换糖，走走走。啊？为什么完了？完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先发言，猴哥被地板卡死了，过。头先，我忍受不了这种屈辱。红哥，这是风的轻吟啊！你这是怎么回答？你不对劲，红哥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吧，保护红哥，不对不对。哦，那秀才肯定是好人，秀才肯定好人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肯定好人。真心话，真心话。秀才哥这把肯定带刀。真心换真心，真心换真心。猴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在饭堂。猴哥不在，我等一会儿。我也在饭堂。猴哥 ，OK， 心计聊不了，心计聊不了。可以。猴哥跟猪猪东主对 ，OK， 那我跟心计走。哎，啊，十八呀！哈哈哈，当场逮住猴哥刀了，谁？王爷，我是冲上去拍的景，他肯定要张我刀架了的，我没有，我是看上去看到他刀了人，滋了血，冲上去拍的。全票打飞猴哥，全票打飞猴哥，猴哥当我面刀人，他没有看到我，我的拐角过。OK， 全票打飞步步步啊！我刚按完我的技能啊，然后刚按完还是那个0-14，对吧？然后下一秒嘣儿他就报警了，他刀到了加拿大鹅，出步步步啊过。九月高级通灵，我这应该能信一下。好吧，那在后面也要看有没有人起跳捞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是不是？但是这边我只能保秀才和七仔仔不开这刀，好吧？我们仨在那个通讯间那条走廊那里是吧？秀才，我是十八，不是谁谁谁过。耗子发言，我在娱乐室啊，还正要出去盘身份，结果就报警了。很快，我觉得由于。高级通灵是吧？行，等一下进去把九月刀了，过。头部不？参发言，我和九月还有西恩是在，娱乐室复活的。然后，我一直待在娱乐室，也没人跟我对身份，反正我就在娱乐室。然后我记得西恩跟谁报去对身份了？他们是往右走的，反正我应该头部不过。OK， 全跳打飞这个步吧，这个刀数是开的有点快啊。然后我可以保十八秀才哥，好吧，因为我们三个在那儿没动，好吧。然后全票打飞步不过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三个是在一起的，十八和七仔的。啊，那就出步步步嘛。猴哥是不是都不用发言了？过了。先发言，我刚要和耗子去对身份。然后呢，我保就是耗子，然后还有朱大强，我的视角能记住就这些，好吧，过。修凯发言，九月出来点杀那个步步步，到加拿大啊，那我们还是要听下猴哥的发言，猴哥发言好，直接投步步步啊，过。朱大强发言，我觉得第一呢，谢谢这个速度有点快的啊，报警速度有点快。第二呢，是我记得好像说是猴哥跟谁出去对身份去了。那如果要是猴哥是狼的话，那按道理来说，当着另外一个人动手刀夜三个人的话，那他边上的一定是他队友。那步步冲过去报警，那就没刀步步吗？所以我会觉得还是步步刀到加拿大鹅。我不是步步步刀的加拿大鹅。人是我到的，是这样的，我在这个船员宿舍的下边，我就看谁来，我刀这个王也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就是因为我手里有一把刀，谁从我旁边经过谁就要死，王也先上来了，然后步步步跟上来了，他报警了，那么他应该不为狼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他是狼，他应该先把我嘎了，但是步步步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我在那里
刀完人不走，你来踩我，但我不踩你，我觉得你是好人。他也不是刀到加拿大鹅了。那九月是高级通灵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刚才我听了一轮发言啊，大家好像都在打这个就是步刀到加拿大鹅这件事儿了。我就一直在听到底是谁来为步掰一手票，但是我一直听啊，我都没听出来那个人是谁。OK， 说实话，猴哥应该就是被拆走了，他估计就是可能连接了全球小脑正义之类的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那么已知这个尸体是猴哥刀的，那么顺踩的是不是就踩步之后顺踩的是不是我们三都是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也可能是好的，我们建议出一个那种顺踩踩的最混沌的七仔仔，怎么样？我有点想扶七仔，因为他当时就顺踩的发言就听的状态不是很好啊。过我随便点杀了。不是啊，科技发言啊，我从那个反应器那边走，一直往娱乐室这个方向走的时候，我是看到猪猪公主和猴哥去对身份来着的呀，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啊，对吧？那猴哥身份应该只有猪猪公主知道吧。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信息跟你们说啊，因为我刚下到这个娱乐室然后就报警了嘛，好吧。我也不知道头像过来。猪猪这发音应该挺好的。科技铁坏，科技科技好不了一点。为什么你跟我说挺好的？是谁说的？科技铁是个坏坏。我只是把我的信息看到的信息告诉你的。我自爆了，还有你说的。哎，我跟仙姐走。师傅的，你们走。发言那么好，走。我刺客。保密。你是什么？抢了他啥？正义啊。我们没双挡。OK， 好吧。行。柯基怎么不说话？柯基。我在说话。我在说话，我没有踩狙。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信息告诉你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九月，你找腿。你这样，你可劲吃。科技铁坏，科。柯基，你这个坏皮，坏皮！我们不是两个，我跟他全在一起。别抱他！啊，懂了。啊，我们四个人抱团，我十八岁，你提早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一定要跟着我，我很烦。哎，我可能外面找饭吃，还不找到自己买。我急坏了，我的电脑怎么还能把这台哥给掏了？打疯了！哇舒服，我这个闺蜜啊，我在角角里看到红色刀的话，很激动，说要去报警。谈这个真是束手束尾呀，我真是小岛上的。Go。就很棒。